因为呢是我们的预检和负责这个兼顾挂号和收费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全科医生。离我屋里比较近啊，我要来你就来了，所以还蛮便当的，跟着班长来人少就可以看到呀。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根据老百姓这个就诊的实际需求以及医疗资源的实际情况啊，对我们全镇范围内的诊疗亭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增设。